故事里说，如果我有刀，就不能拥抱你；如果没有刀，就不能保护你。我20岁的时候就想证明我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我以前很狂的，我巨狂的，人生啊，在我的身上狠狠的打磨了50多年。赤手空拳的少年，总是如此。困顿又骄傲，男人是应该吃点苦才能长大的。热情又锋利，对男性来说最重要的是勇敢。不肯成为饕餮，不肯隐身于预言，只是所有的少年注定被时间稀释，很不合群的长大，在跌跌撞撞的老去。一定有谁种下了火焰的种子，迸裂出生命应有的坚韧的层次。有人说你老了，但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成熟了。谦虚、诚实、想象力、责任，哥哥是一个人生的态度吧。复活战斗，唤醒意志。Number one, top, always. 赢不是一定要走到最后，但怕输你就输了。在舞台上我真的可以闪光发亮。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创作生出了音乐的孩子。我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为了远海的歌声，崇明的暗道，想给孩子们证明一下，他的爸爸现在依然还在努力的奋斗的前进。为了失散的兄弟，战争与和平，一关一关一关过。为了一个强大的春天的降临，就让我们一起披荆斩棘，把这块田地开辟出来。昔日少年如期归来，我一天还没有走完我的人生，我不知道哪一段才是我的光辉岁月。没有灯塔，就自然成星夜；无人制壁，就孤绝地升起狼烟。去见荆棘，炽烈于野火燎过的荒原。披荆为冠，斩棘为袍。我们会相见吗？会。什么时候？永远。从今以后，不催不已，披荆斩棘。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披荆斩棘向前冲，新潮好物逛京东。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实力霸屏，展开无界精彩。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高蛋白肉脯到位，哥哥训练不累。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卡萨帝赞助播出，无畏荆棘，成就不凡人生。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跟你们见面，我其实是超级紧张跟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之前，我可能遇过有些媒体，他就只是想要找到你的不好的东西，然后不断的把它无限放大。其实有一阵子，我就是会觉得尽量我不要出现，你不要出现。我希望真的在节目中，我可以让观众多多看到这几年我怎么样面对以前道明寺带给我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现在慢慢蜕变成2.0版的道明寺。
这个。对，谢谢，谢谢小张。那让你下定决心参加这个节目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家了，就我们家老婆，对，也是对啊，这我，所以我结完婚，我的娱乐事业很多都是我太太安排的。自己已经49岁了，只会每一年的越来越老，然后越来越衰退，就是想跟观众有一个比较体面一点的表现机会啊。今天很好笑，每一个看到我说加油，我说你每一个人都跟我说这一句，我慢慢会紧张的，开始原来很轻松的变得很紧张，因为每一个看到你加油，我们其实也是会紧张的，你加油没什么，加油。哇，还有 GoPro 哎，那我们直接出发了。你好，顺哥，这段时间也是等得比较紧张焦虑有吗？没有，还好没有。这次来是追求一种胸有成竹的美好，我立定的这一次来的目标，很直接，就是整季追求全开麦一次过的演出。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会有开始有荧幕前的同伴，于是呢，我就多方的打听这里面有没有很厉害的超级的一方之霸，就是乐手，有没有在 funk 这个领域里面还不错的歌手，有没有非常厉害的舞者？告诉我的答案都是都有。我是林云迪，18岁的时候参加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获得第一名。我来参加这个节目，首先肯定不用再说钢琴的事情了，因为大家都了解。其实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多的音乐的粉丝通过我自己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我是 James Lee， 音乐制作人，15岁，我开始我的乐队。2015年发生了一场意外，门玻璃割断了我的手。I can't play piano anymore. I can't play guitar anymore. So if there's like great guitarist or pianist or musician in some way, then that'd be great. 我是 Ricky， 我是从事音乐工作的，玩乐队已经12年了。我叫高汉宇，然后现在本职工作是演员，出道时长是。07、08、09，出道时长15年。啊，这可以看。你好，我是黄管中，我今年57岁，我入行36年，我年龄是大哥，但是我很多事情都不懂，就会永远拿一把吉他，也不只是个小小的吉他手啊。如果只是个小小的吉他手啊，小小的吉他手啊。最近这几年我都没有发唱片，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新的作品，只是我的作品没有公开发出来。你可以每天写几首歌，每天写几首歌，如果一年下来你有几百首歌，但是不是说你现在做什么就叫什么给人家去听。我希望用一个不同的黄贯中跟大家见面。那在这个旅程中，您希望遇到什么样的对手？越厉害越好，越一流的高手越好。
那是水平不够的，就是你跟他比赛赢也没有用，输了更丢脸，对不对？老子一抬手就落绿到天，看白云青山跟袅袅烈焰，在苦海数万岁回头不敢。选择您喜欢的交通工具，沿着路标进入星球大门，当然你也可以步行。大家好，我叫周岩，然后 rapper 们都叫我盖，我做音乐14年了吧。Let's do。Hello， 我说你好。刚刚开，我看到你开单车，对，好爽啊！这里是奇幻的滚烫星球，星球上所有的女生们热烈欢迎你。热血什么？请选择任意一个来自女生的提问进行解答。完了，这些事都是他妈在做呀。媳妇儿，我对不起你啊！我那会看，什么00后女生不关我的事啊，看什么90后女生也不关我的事，看了两个不关我的事，直接不看了，进去看到门就把它打开了。哎！哦，你先进去，走，老师，欢迎来到男人的世界，这里是火焰密室。请阅读曾经在这里留下的故事后，规划你在这里未来的故事。老师，你叫我阿盖就好。阿盖你好，我是阿波。我知道，我知道。请签署你的契约，并依次在火焰杯前亮灯区郑重宣读后，投入火焰杯。哦，那个是火焰杯。我争取每天。练习还要练习吗？练习什么？练习什么？做音乐来看，它已经是我的一个肌肉记忆了。你让我唱歌，让我 rap， 我就还是不用去练习，除非要跳舞。因为不停的创作对于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基本。每天练习两个会不会多？我一个都不想练习。哦，零零。我争取每天练习0小时。我争取每天练习0小时。我预计我会哭0次。我不会哭的。我预计我会哭 N次。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是错的。我觉得男生一定要善于表达自己。签约成功。这儿吗？签约成功。我可以往回走吗？老师好，欢迎光临。嗨，你们好。Hello。啊，每一个都握一下啊，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是吉他。我的老婆 ，my wife。这还好啊。Everybody play in a band in China because they know Beyond. Okay. So he's a member of Beyond. Okay. He used to be my hero too. Oh.、Talk to him. Later. 我以为你们在看的啊，对，但是进来都是懵的。我完全没理这个部分。可。哎，赛了，praise you， bang 啊，这还好啊，安排的我们都是这边。大家好，这里是 KL 刘聪，如获必般流通，来自0734，混迹0731。Hello， what's up？ 大家好，这是 Bridge， 来自 GOSH。Gosh， 我已经做音乐、做说唱已经有10年了。兄弟，喂，哪个？